们来高雄观光旅游，代替造势好不好？好。高雄市长韩国瑜情绪激昂，6月30日造势压轴场，力邀韩粉7月6日来高雄气头。来我们高雄看看爱河的浪漫，看看西子湾的夕阳。怎么玩？市长都帮你想好了。靠海玩，除了爱河和西子湾，还能到旗津最新的活动沙雕艺术节，有韩国瑜的 Q 版沙雕，让大家拍好拍满。旗津老街吃个海鲜，再搭捷运到高雄车站看米奇特展。又有好喝的木瓜牛奶、杏仁茶、珍珠奶茶，所有的好喝的东西全部喝光，好不好？好。被韩国瑜点到的都是必喝品，六合夜市隆隆无。还有各种道地小吃，就怕大家吃不完。看一看六龟的温泉，好。去大树朝拜一下佛光山，好。去大社尝下大社三宝，牛辣牛奶、拔辣蜜枣。丸山县行程也是很丰富，六龟温泉远近驰名，泡一泡放松身心。佛陀纪念馆拜大佛，参观佛门圣地调剂心灵。冈山之眼、福冈阿公殿水库美景，再走远一点，还能到田寮吃火山泥土鸡。山县海鲜要怎么玩？任君挑选，但要记得市长说的，把口袋的钱全部花光，好不好？好。记者黄旭、吴国珍，高雄报道。